如果你有纳戒，选一个人藏进纳戒，你会藏谁？为什么？我会选择藏药老。对，我就藏药老不老，因为作为吴磊，是作为萧炎的扮演者，我最知道纳戒里面有一个药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就是药老怎么说呢？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，也是一个你非常好的朋友，然后他才会在你困难的时候替你向你伸出援手。药老比哆啦 A 梦强多了。哆啦 A 梦，你看给大雄的道具，一般到最后都会，就是你知道，都会有问题嘛。但药老给你的东西，一般都是质量特别好，对，包退包换。只要9.8，药老抱回家30弟弟亲情代言推荐。影中合作了很多前辈，请分别参照他们的特点对号入座。饭量大担当，我吧，我吃的特别多。看天气，不看心情。心情好吃的多，心情不好就可能就真的没有什么想吃饭的欲望。下一个游戏坑队友担当，坑队友担当。游戏坑队友其实因为都是前辈嘛，前辈们不怎么跟我玩游戏。我吗？那我肯定 carry 啊，我肯定冲啊，肯定刚啊，对，就是刚。请客担当，千元哥。千元哥特别爱请客，拍戏的地方比较偏僻，就吃当地的农家乐，对，特别好吃。炸虫子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虫子，反正特别挺吓人的，我没敢吃。说好的正面刚呢？如果真的可以成为沙漠外卖城市代理商，你会和胡一峰、飞流、黎簇、萧炎中哪个搭伙做买卖？那我肯定选择萧炎啊，因为萧炎是他们中最聪明的一个，他不仅有非常强的武力，他还有非常棒的头脑，而且他还有翅膀，一双可以送外卖送得非常快的翅膀。他们有问过我，就是做什么副业啊，开餐馆什么的。当时就想说，那我要不做一下那种专门卖地瓜丸的，就那种很多种地瓜丸，香芋地瓜丸、土豆地瓜丸、牛掌地瓜丸，还有那种分那种凉了以后地瓜丸也很好吃。